太是了吧？这样子。好。好，你去。我不要去。啊？那你可以走左边啊。左边也没有特别好玩啊。就随便啦、啊。就得坐到山顶缆车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他两车不就在隔壁吗？没想起。那走右边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只是两条不同的红线而已啊。对啊，我就问你，你要走哪边啊？我随便啊。你又不要，那你选你要走哪边啊？随便啊，红色都可以啊。那你也是很执着，你就是一定要红色。对啊。但是红色也不见得好滑、啊。我也不求好滑、啊。我不求更难滑。
先体验过一些些。入口是那条线的左边或右边。如果我们从右边进的话，
可能要有一些些速度才走得过去。所以要从左边吗？没有啊，左边的话则是一开始就很快，可能又害怕，就不快不慢的滑进去好了，我试试看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好、啊，都可以。没有啊，可以啊，你选的位置，因为在前面可能就要打到树，打到树，要打人家一巴掌，是这样吗？好的，就不要再进去了，他这边禁止。这里怎么有粉粉的感觉呢？是真的吗？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这比较边边一点，这里就比较没有那个声音。啊，我要弯啊，我要弯啊。是跳啊，只是是没声音的跳。怎样？我有弄到头啊？没有啊。就是我就整个人倒了而已。你啊啊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卡到了。你啊啊什么了？你鼻子露出来了。满意了，露出来太多雾气。好，没关系啊，就让它凉一下。怎样，满意了吗？我卡到了，回去再看我怎么。看不出来好吗？只看得到啊啊啊！还有我回头看你摔下来的样子，回头看上面啊，雪况如此。还不错啊，粉粉的。嘿，嘿，这不知道怎么一个不顺卡住了。如果是一直滑这里的话，就是训练脚的那个力道，脚要用力维持住原来的样子，又不能平衡是还好，你只要一开始不太弯啊。不要转了。你在干嘛？我刚刚以为你要转身呢、欸。不是，是我要倒。好啊，怎样？走啊，下去啊。走啊，走啊，随便慢慢走，走边边啊，给他。边边太危险，
是这样子蹭个几下，熟悉那种感觉。过去，跳一下，我没有跳啊，结果你就飞起来是怎样？我就很粗啊，所以你就会飞起来啊，也有穿过去，也有飞起来。这里也有啊，这一块。他的问题不是扁扁，他是说松松的，所以训练自己适应这种乱七八糟的感觉。因为很安全啊，只要一下而已，可以连续进去的。外面反而会吵，里面不会。我们就照原计划咯。我现在说要再玩红色的。对啊，我们要去玩松松啊。就是我刚刚不是你等我很久那个，坐那个四人缆车下去，然后回家的路旁边有一整块松雪，可以滑到那个绿色的初学者路线，那个超松，没有人，只有几个人在滑而已。对啊，回家的路。因为那个配色是不是跟你姐一样？哪一个？右边那个。是啊。他的票有没有搞错？家人都在哈，他用他屁股的遥控把它变慢。
现在的。不太清楚，因为我现在好像湿了蛮多的，要不要趁机擦一擦？那你先帮我拿。等我一下，确定没有手，确定只有手，抓住放放，抓住了。还是我的手套。冲一下有手哎、欸，好卡住了，你出不来了。有了，出了。这里也有一个，这里也有一个。是啊，就是法罗啊。脚转就要很沙，然后脚很大腿很酸，然后滑大转，直接要用大腿来当大腿来当避震，也很酸，就是小转很酸，大转也酸，力气还不够。电池 mark， 电池 mark， 那就是他在边充边录。怎么会变这样？就是这样也是一种省电啊，是吗？感觉吧。你先还是帮我拿着哦，我眼镜还没戴。嗯。现在好像是有太阳的状况。我说这个亮度，有亮亮的感觉。是因为我现在没有滑高速，还是因为，我后面卷帽子有效？我现在都为止都没有戴面罩。
就走那个回家的路。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走缆车下，而不是走缆车上。缆车上要推右边的缆车下。这样出这种插电池的 bug 我还比较安心呢、欸。可以脚在路。好，今天就可以实证。我就说你可以脚在路。但是它中间没有别的声音呢、啊。因为你按，它好像是说 saving 对啊，它既然 saving 表示刚正在路啊，所以我有点搞不清楚。只有三角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只有三角，看到了吗？对啊，走回家的路。对啊。现在开始吗？你可以现在开始啊。现在开始。哎、欸。对啊。不知道我走进去了。应该 OK 吧。在更下面。还远。
这条我们有走过吗？这条我们是不是没走过啊？搞不清楚。嗯，啊，到底到了没？还有远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不是那个下半部一大堆人在那里刹车的那条路？我不记得了。然后下去之后就是回家的缆车了。好，我们有走过。觉得走这个地方转个弯就没声音了吗？比较舒服一点点。飘飘，刚刚这里是一种地形吗？就是中间像山一样堆雪，所以你沿着它左右滑非常的轻松。对啊，我说你选的这个，哎，不错啊，哎，你刚好觉得这边比较轻松啊。已经没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两个班，就两个班而已。哦，就扛一声而已啊。那就坐回去的缆车。回去，对啊，下面往右就是回去的缆车。啊？回去的缆车，接着就会下车的地方。就跟我今天坐的那个你没坐过的缆车位置差不多，然后那条线的左边有一个很松的地方，而且几乎没有人在滑，有人在滑啦，只是滑的人不多。没有跳，只是松而已，松松的舒服。
船的。动不了。哎，很没速度了，对吧？没了。那个时候朝你的左边一点点就有速度了。对啊，就这样。嘿，可以接受。快点！我知道，我看到你卡了，快点！快点！哎，之前那个没开呢。不要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。就翻过山头啊。翻过山头。我们这也是回到东啊。但我们回到东的比较远，它是东的边边。东还有个边边啊。我猜是这个，那个什么，就是这一条山林。好好好。它的遥控器。他的遥控器，屁股啊，那是乌鸦吗？黑色啊啊啊啊！这样拍比较清楚。你要爬你今天滑过了这个。我说今天我滑了这点是这个。然后觉得没什么。对，很好。啊啊啊！看不出来。对啊，我也不想看。看不出来，而且也不怕。今天真的滑就不算。应该说，你有觉得你滑的时候有很多乱乱吗？还好，我觉得它是软的，过得了。没有，它一定过得了。重点是有没有很不会很挡你的感觉？对啊，就这样。松雪减速。
的效果会让人比较不害怕一点。感觉。我觉得这边就越来越好。啊？这边那个。他一定会回到那个位置啊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到我讲的那个松松。对，他不讲。但是其实他每个谷中，每个林之间都有个谷，林到谷中间的那一个坡，他没有画成雪道。然后那个坡中间又没有树的话，就是松松。这样讲你听得懂吗？就是这样。假如这边的树都移开了，然后就都是这种雪，对啊，朝中间这样，这也是，进来沾一下就走了。那就看这个松松可以玩几次啊。那要我先进去再帮你录吗？怎么先进去？因为那个前面松松就在这个坡的背后，松松就在这个上面。然后一下去的话，这就是那个超级频率线。然后如果我下来了，就可以回头往上录你下松松。先玩玩看吧。嗯，好。那我觉得好玩的话就可以坐那个四人缆车。要歪甩点。摇曳，髋骨上面。哦，那你的姿势越来越正确了。最后滑雪都要用那里滑。这个可能就是有钱人，请一个教练带一个小孩。是哦。这教练就带这一个。嗯。还是他只是家长，他买了刘寿都的外套。也要买一个教练带。爸妈不是在减肥，就是教练带。没有，真的要上课的话，爸妈最好不要在旁边。没有，可以带。对啊。我往右看，找得到路出去吗？我们不是要滑这边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是说，你看有一堆人这样滑下来，他们这样是怎么出去的？我只是好奇他们是怎么出去的，应该很惨吧？我们要滑的没那么恐怖，是旁边都没有树，然后一旦觉得不大行的话，就咻咻咻咻咻也可以出去的那种。那一旦觉得哎、欸、好像蛮好玩的，就可以 SS 大概四下就到绿线了，对啊。不过我要找一下哪里就要开始，应该是没有树开始的地方吧，就是插一堆提棒棒的地方，它没有网，它只有插提棒棒。到底想去还是不能去？可以啊，这里是雪道，那里也是雪道。中间只有这里是可以两下，这里提棒棒，其实这边没有让人进来，那边终点。
里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慢一点啊、哦，慢一点啊、哦，停在红棒棒这边，往正左方，这边直直下去。然后要是先要滑不陡一点的，那就是往那个方向滑，往右边滑或往左边滑是比较陡的。啊？什么上面？下面有一个横的绿色路啊，那个绿缆车不开的，就这样下去而已，很短吧？很短啊。到那就没了。对啊。哦、要试着往这边下吗？两下就没了，没了，好像滑没两下就没了哈。好啊，去做这个。滑上去的大就跟这一样，比这个还短哦。不知道。哎，要往前保持速度哦，要冲冲冲冲去那个四人缆车。不然你就要推了。不是你是搭的缆车是不是？我第二次搭的，这个第一次搭的，我搭的这个两人的，第二次我才搭到那四个人的，目标是坐那个。
去之后滑右边，那边也有一个过来的路。我过来的都很累。啊，你说这条很累？东那边就很乱啊，我就找。没有嘞，我们早上滑那个第一次滑的那条路有很累吗？那个很平啊，那边也是，那边往左切下来也有一道。然后你那时候就直直往前冲，我就说你等一下，可以试试看滑，不用直直走。讲直直走，我听不懂，我不知道你要我去哪里。没有，是直直走没错，我只是忘了讲。我突然后来发现这里有个斜斜，我说啊，这可以从这里卸啊。对啊，那时候你大概就在那个绿色的那高度一路往前冲吧。然后中间这些草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切下来。那就不用录了，你等一下要滑进去之前啊，把 GoPro 往下转，就要转角，转下来，然后就，不过好像只是看到有雪很多的样子而已，也还好。哦，这就好了，整个都清楚了，就太阳照下来了。不过还是看不到两只小鸟。那，那明天。今天晚上有下雪吗？像刚玩的那个地方，你有注意到中间有很多人已经稍微走过了。对啊。我今天要坐上去的时候，这附近的这个线还没那么多哎。嗯。对啊。这个要有前一晚下过，把它铺平了以后才有这个可以玩。对啊。嗯，刚刚也下蛮大，现在护的就不见了。对啊，那个我这刚坐上来之前，这一块都是平的，现在上面已经不是平的了，只能那个一开始最一开始就左转，从最上面那边可能沿着树就开始。对对对对，沿着树，因为大部分人是突然发现就滑下来，所以他们是斜着，但是其实真正好玩是往右滑。才有坡度，这一块是前面很平，所以不可能有人冲到这里。然后这里有人就恰恰恰，得想办法走去别的地方。哎，这样子弯过来可以，但大部分冲到这里就没速度了，要从这块平的地方往这边切。你要滑左边还是滑右边？你要滑这边。那边的，我只是在观这里，刚好在缆车下，所以我在观察地形啊。从这里到这里应该还可以。但大家都不是这个方向，大家都是还是往下的。对啊，因为大家有初始速度是往前面啊，这块也还不错。这块可能要直滑哦，不准转弯哦。这块太平了，所以是那边一出树林往右。我那时候就觉得怪了，我就想转过去，你不知道我要过去就踹一下，所以那时候你还刹得住吗？叫得很大声。当时觉得你要往直走是错的啊，要往那边啊。我没有要往直啊。晚午餐啊。啊？要去吃午餐啊。对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有人摇来晃去。我坐这的时候，这里有三个小孩躺在地上，跟我说拜拜。他们是尴尬吧？觉得我在看他们，他就说拜拜，我就只好跟他们挥手。为什么会躺在地上？我猜他们是这几条是他们滑过来的吧？滑到摔倒。没有，开始 OK， 但是到中间应该就不行了吧？太平了。很大。对啊，太平了不行。他们抓不到站起来的时间点。进去沾两下再出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。前面没有。这个你叫谁来？你叫谁来转转看？太气！切切切切！这个又太腻了，这太腻了。嗯，这边我坐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走这，然后那根柱子都会跳起来，跳，
对啊，因为这个柱子旁边的那个是翘起来的，所以到那个速度到这里就会变跳台，就会跳一下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里啊，看起来还好，慢慢滑就不会跳啊。你这样子，马斯贝有个连接的地方一定会跳一下，有没有？我觉得那不怕。但现在我们应该不会怕了吧？对啊，但是本来会觉得那很恐怖，后来就习惯了。找轻松路线啊！如果再跟昨天一样的里程数，我们两个大腿都不行了吧？再来，大腿肌肉震震震，酸酸酸。没有什么人要做这个。那那时候你穿那个什么什么，老板自己做鞋子的那一排。你说意大利还是？其实我没有特别感觉，两个都不错啊。没有特别感觉，那个有比较舒服的。其实都差不多吧。其实穿下去之后啊，只要你的脚宽跟脚宽跟长都没有差太多，应该不至于难穿到哪里去了。哦，多说几个白鞋，我穿就是骨头，穿就是骨头。你的那个骨头的位置。接下来都下雪天，希望多下一点。反正都会被别人滑软，不如我们就去玩没有人滑的，比较没有人滑的地方。难道右边也可以吗？其实要走左边。力气当避震啊！
应该过高吗？应该左边没有人了吧？因为你看我们进来还要小推几下，没有什么速度的样子。再往左撇，再往左撇。现在开始啊！等一下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再来一点，好，可以了。好啦，就直接下这样。下到缆车站那边哦。没有，下到树的右边，那边就可以了。
为这一段呢、欸。对啊，受不了。就要哎、欸，嗯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然后就是滑回来，就要进广州来啦。所以还是只能滑这一边啊。我们刚看到了，我们现在是在山顶线上嘛。嗯。你刚刚看到的是往这边。嗯。那我们还是只能往这边，因为我们要回旅馆的那个。最反面了。对啊，如果我们滑这边的话，下来之后往那边要推上去。要走路。要试，下次再试吧。不要不要。对啊，就是滑右边这个就好了。很累，对对，特别累吧？对啊，很累啊！你都滑的比我远，我就推的比你多啊。嗯，我觉得好奇怪，这一次我没有像第一次滑的那么远，所以我推比较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是因为雪又开始下了吗？又变粉了。多来一点，多来一点。有下雪吗？有啊，现在有啊，粉粉。很小，超小，就像毛毛雨这个 level， 看不见。正前方，你看黑柱子前面。好吧，很小。对啊，毛毛雨吧。嗯。一大堆人。一大堆人，你是要排回家缆车吗？嗯、我都回家啦，所以也是只有没东西啊。不然他们可能再赶最后一趟的广州了，要快一点哦。没有，这边一定可以再撑的，他们不能拒绝吧？除非有个人在，有个人的后面举个牌子说最后力，最后尾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很短，很陡啦，那一片。对啊，就是我一开始出来，在电线杆附近，我就觉得，嗯，我就也想下来，不过你已经冲很前面了，我叫不到你。我说要不要从那边下来啊？这样。希望明天这些痕迹就消失了。哦，这是不过刚刚我滑一滑，觉得太。太短，很闲，大概十几秒就没了吧。而且很滑顺，不会跳。当然不会跳啊。那要之前我们在东莞就是跳啊。那个是被人滑过啦、啊。被人滑过之后，就是有一些重量把下面的压死了。那上面铺了一些些，但是又没有厚到让你觉得顺，那就跳了。嗯，这一块很平，没有人有速度足以冲破它，不可能。哪边转过去？你刚才吃饭啊？今天六点吃饭。哎、欸，是吧？你是预约六点，还是六点的位置五点半？今天六点，应该吧？你这个什么黑包券的人有去吗？有啊，我忘了。不过我的那个 Google 应该会乱叫吧。没了没了。
没了没了。好了，这一次上面我要用滑顺，小小的滑法，不用去蹭那些。那最好看，我已经快被大家蹭光了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穿过树进来这一片，没有啊，真要的话就直接走这里啊，但是这里其实也被弄得差不多了。加速了，后面已经没客了，然后他就先调了高速，接着这边的背后遥控器再把它调低，有人下来了，是啊是啊，我觉得平常白马的应该就要有这种速度吧。很好啊，比上坡实在有够慢的，变慢了，变慢了。应该是说那个一的声音比较远，一样快。这个人是小心翼翼的来吗？你看哦，等一下后面那两个人的时候就变慢了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对啊，上面的那个人就会拖他的遥控器，现在要中速。然后后面又红灯。喂，他很满意。又一个，喂。哎，是那三个小孩，不是？超过了。我没有要。他在收椅子。
要转吗？不用。要吗？我斜，这样。可以吧？这样太斜。还好吧。好。随便啦，随便。要跳一跳。跳一跳，这样走就好啊，这样就可以走了，鞋子穿掉啊。哦，少了，该修不修？可能最后一天你说不来就。
马路。开之后，他们要再跟我说句话，不能听见，还在关。这个充电套直接就开，而且我现在都可以开始滑之后再开始音乐，是吧？就比较方便。就跟那个旁边一个牌子。刚拍的，是啊，再耍一把，那好不容易带你们了吧？你说你们得看着我动作呀、啊！我说怎么走啊？对对对
不是。没关系啊，长度一样，但是这篮球可能有人往那儿走，就停车场这样。只要你还是一个陌生的状态，你只要一接就是吧？也是要走翻天了。
晚了，开始在堆酒店，还是差点开始要堆酒店，还没有，右边也没堆嘛。上一次看到这画面的时候，右边已经堆嘛。雪堆里推跟在平地推还是有差的。嘿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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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还是这么长。对啊，很长哎，我们站这么晚回去。那现在变短一点点了，短一点点。我们也差不多从那个长度开始来了。没有啦，我们比较短啦。一点点而已。停车场走的差不多啦，收工啦，这些是归的，走了走了，应该是北海道的人吧？还是我到底是我是被磨的，还是被碾的？我都骑好久了，是啊，嗯哼，这有点难以操控。他应该写个时间，每家还会赶快这个时间内来打。应该是全部的客人都要能接回去。对。
你怎么知道？我其实也在想哎、欸，你看那个那天广州啦，他是防止我们下去，他提早就把那个下去的路封。对啊对啊，这就是一招。那会的那个。就会 close 先相约的那一种，所以这个他以这个杀，万一有人就下啊，所以以那个来讲，他就是开了另一面机，他会让他回去，说一条至少可以往东，所以回家。对啊，就是一路让他可以回家。那其他，而且这边的话，就是从最左边开始清学道嘛。哎，所以他最左边那条，最左边那条是15分，他这条是15分。对，他号称15分关，但是接着 patrol 什么那些的，这些有可能滑到这里的雪道，这里全都净空之后，这一个才会认真正关，或者是说这一条还没净空，但是这一条的往这边的路就要写禁止走过来，他完全把人流挡住，这个就可以开始空了。接着这一条净空，跟这一条的。这边封住，这里就可以关了。对，这边封住，这边封住，就由左往右逐渐关。那回不来也很糟糕。对啊。怎么办？然后巡山的就要开始看没有了，这样。这边 ，雪道那牙齿回不去而已啊。他就觉得你烦哎、欸。通常会滑的不会那么待在雪道上，除非他有种就是受困的。对啊，那就是还是要救助。就像他是要关了，但是很早就要关嘛，是飞还是在后面盯着我，就会为什么下不了山？你到底是有什么问题？他那里又没有跟什么有关，他应该是上面放叉叉了。对，但他就是在等我们俩。对啊。然后你下去，然后接着回报的时候，马自备进空，上面已经放叉叉了，所以应该里面没有人。对，就是在上面困太久了，下不来，逼着你，他就在上面一直逼着我，觉得我怎么下不来？他长得很可爱，长得像女生。对。对。然后他还矮矮的都高一点点的一艘啦，都看得到。有时候还有点看不到，反正雾啊。对，有一点。还是电池低的状态。嗯。它充不进去。不是电池低，那个插头应该是充电中啊。它是插头 Mac 吗？不是，它是电池啊。啊？我也不懂。今天抽笔钱先看看啊。对，老是会闻到烧柴火的味道。推回去吗？也是可以，因为大排长龙啊。一路推回去也是可以。
要不要一路拖回去？不可以啊。好、哦，一路拖回去。也没看到很好，你也动不了。对啊，这也是一种脚力锻炼。那我先走了。那你先出发。我就很慢哎。对啊，你要我等你，那就你先出发算了，这样比较好。回去啊！啊？你说什么？他一边又旋转进入吧，你就想想看嘛，一堆人是直直跑。我很敢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滑的是走路走。对对对，我是说，明明其他滑的人就是直接跑，他们想要弯着进来，
然后呢？你不想让，然后就害我爬很累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就让他们就好。但是他又跟我讲到手，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。我说，他也一副没有要岔，但是他是转弯进来的。那我是在他的后面的。对啊。然后你这一副已经去台湾了，然后我们过去行吗？你也可以不用过来，你就在他们后面就好了。开一个高的，我要想的高的，调时间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调时钟不会到了下午才把它变哦，一点半不会做这种事。哦。这里的坡度就这样，你要做到多激烈的动作才可以把雪铲起来弄到不平。哪边啊？直直的吗？
速度没了。哪里啊？我说直直下去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进不去。踩上去啊。好，你猜一看，滑得动吗？要走很远啊。你知道吗？左边有网子，左边有黑网子，左边那里有黑网子。我不知道。你看我滑的线，我滑的线突然间我就往歪回来，歪回来，因为那里有黑黑的格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像有。那是黑网子，他会把我拦住，又没出去了。我就进网子了，我成为网中鱼啊！进去，哟呼，进去了！不要，呼呼，我每个门都有，呼呼，呼呼。你录啊？你录啊？是吧？